叫做熔喷布，是制作口罩的重要原料。口罩通常分为三层，中间这层就是熔喷布，是口罩抵御病毒的关键。它是由一种细丝喷织而成，这种细丝直径只有头发丝的1/30，而且表面附着静电。当附着病毒的颗粒物经过熔喷布时，它不仅对颗粒物起到阻隔作用，还会把这些小颗粒牢牢粘在上面，从而更加有效地阻挡病毒通过口罩。